本京城，学得琵琶唱，一遭红颜渡，二须做妻妇。你是李飒飒，也是李茹娘，心愿达成之日，便是你归家之时。好香啊！和琵琶女心上人年纪相仿，也是月人出身，万一运气好，今后还有疤，也许三个月的任务就提前完成了。诸位，距上元节还有三个月，一个月后将举行登台的初步遴选，各位可都做好准备了呀？明日陆郎君让全教坊的人都去试弹那把凤颈琵琶，我们回去好好准备一下，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。我是弹乐琴的，那与我何干啊？郎君说了，无论主奏乐器是什么都可以去试弹，据说已经试过好几个人了，都弹不出郎君想要的韵味。都弹不出韵味？陆景，我就知道我的琴你无福享受。郎君，我们费力拿到凤颈琵琶，没想到始终没人能弹好的。上级，通知右教坊所有的乐人，无论主奏任何的乐器，明天集体试弹凤颈。我一定要找出适合他的人，上元节的舞台我必须要登上。原来这就是李茹娘的丈夫，看上去倒像有谦谦君子。娘子，娘子，真的是你啊？你是？啊，我是你夫君啊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们成亲几年还从未圆房，错过了太多时光，今晚就让我们做一对真正的夫妻吧。这里面装的就是陈世贤前几日写下的忏悔书，里面一字一句地记录着他曾经对我犯下的所有罪行以及种种过错。快拿出来。哎，你这不空的吗？明明在他锦盒里的，怎么会不见了呢？你这属于污蔑啊。记住了啊！记住了。李姑娘真是粗心大意啊，这么重要的证据你都忘了。陆景年，你来干什么？送信。送信。签了这份契约，姑娘所及就是我右教坊之魁，我陆某自然会鼎力相助。爱才惜才之人可不止景年兄一人。既然二位郎君都觉得我是良才，可良才不易得，不如两个教坊比试一番，各方面条件都胜出的，就是我的选择。好，就依李姑娘所说。你是那个羽帅杰？虽然我确实很帅，可我叫羽师姐。新人虽为官虎，但家境并不富裕。据我了解，他最爱的就是赚钱和吃饭。若你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，应该还有机会。琵琶女的心上人是可以和他琴瑟和鸣之人，教坊汇集乐人众多，与其我苦苦寻找，还不如借此机会让左右教坊帮我寻人，岂不是一举两得吗？李茹娘竟然放弃我左教坊，宁愿窝在那穷途末路的右教坊，一定是陆景年在背后搞的鬼。李茹娘爽约左教坊来跟我们右教坊签约，苏宗臣肯定会把这笔账赖在我们头上。吩咐下去，大家这几天
都小心一点。按理说他应该可以与我合作到一起的，那天却没有琴瑟和鸣的感觉，看来得抓紧时间确认才是。月琴呢？昨天我让你去打扫琴房，你为何没去？李姑娘来找我。果然是她。李姑娘，找什么呢？你不会以为我是来你房间偷东西的吧？什么意思啊？陆郎君为了让娇芳众人放松心情，陆续约了好多姑娘见面，而且行为举止还十分亲密。我水深火热，他蜜里调油。切，我倒要看看他陆景年在搞什么把戏。最近都有谁买过这杏仁芙蓉粉？那云娘的心意，陆郎君可明白？胭脂虽然沁人心扉，但是要是陆某得不到那买家名单，怕是胭脂再想也无法留恋。那云娘这就去拿名册。陆郎君，稍后片刻。头一回见陆郎君喝酒啊？你是怕今晚那间不出现？那你希望抓到还是抓不到？姑息养奸，祸患不断。馨儿，她怎么会参与进来？事情都办妥了吗？她已回信，说她明日就启程来京了。等她进京了以后，我与你一起去接她。郎君也要去，那岂不是有暴露之嫌？就是因为有暴露之嫌，所以我才与你一起去。我已经着手安排她进教坊的事，我们慢慢来，绝对不能出任何的纰漏。陆景年，那个被贬的太常寺卿吗？他早已离开官场，曾经的过往不会影响上元节的成绩，宋姑娘大可放心。原来说来说去，你只是想把我推给右教坊。哎，您可误会我了，我只是怕耽误了宋姑娘的技艺精进。我不管你是什么意思，不过我的确想去会一会那个传说中的主位。这个宋傲晴来头不小，连陆郎君都不敢得罪，明日的训练怕是有的闹了。主位可不是谁都能做的。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姑娘，姑娘，站住！郎君，还没到吗？我们约好今日巳时在此处相见的，他五日前就从冀州出发了，按理来说他早就该到了。或许是初来上京，对道路不熟，我们再等等吧。若姑娘有什么困难，不妨直说，我们可以一起解决。李姑娘多虑了，我只是昨夜难寐，不碍事。看来宗臣兄近日颇为空闲啊。这样吧，我有一位平民乐户的朋友来京找生计，你认识的乐坊肯定比我多，要不帮他找份好营生？找营生？对，条件也不用多好，薪酬高点，工时短点，环境好点，简单安稳一点就可以了。这怎么有困难？没有，愿意为羽郎君效劳。九只羊肉。他要干什么？不会吧。九只羊肉。爹，我要沦陷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前几日你是不是救过一个越人？你是说袁香吗？他人呢？让苏宗臣带着找好差事去了。
怎么了？这笔账我下次再跟你算。哎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听我解释啊。小姐，陆郎君好像没看见你。谭溪，这几日又发现他状况不对。听说这里来了一位新乐人，演奏的水平很是不错。